far 遥远的，它这个叫做 sound 声音，所以这个叫做遥远传过来的声音叫什么？哦，变化。哦哦哦哦，它这叫遥远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叫做 look 看的意思。sky scope 依法则发什么音？元音。好，好，这个可以看到遥远的东西，请问这叫什么镜？可以看到遥远的东西，望远镜。哎 ，telescope 就望远镜，啊 ，telephone 就是什么电话？哦，啊，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。来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 ？write， 这个是写的意思，它这是遥远的，传到遥远写的。速报机啊，电话，像你们没有人用。所以 tell 这个就是所谓的字首，字首就是专门在字的最前面，它不会出现在别的地方。哦啊，当然就会有字尾。哦，我们常看的字尾，像这个电视机怎么讲 ？Television。对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 see 的意思，它是代表一种动作 action， 字尾，这叫遥远。可以看到遥远的东西叫电视机，所以可是台湾的同学，我们不要说台湾了、啊，很多亚洲同学背单词就这样背哈。Telephone 就是什么 T E L E P H O， 一直念一直念，很枯燥很 boring 的，而且不晓得说原来这个我常说哈，学英文跟中文一样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木头啊，两根呢？三根呢？是哦。假设我常说，假设外国人学中文，看到木头不晓得是木头的意思，那非常可怜。对，哎，背了老半天中文字，哦，中文字还这个哦，象形指示会写成短度假借，我们有六种，六书。对，英文没那么复杂，哦，英文就是什么，哎，拟声字跟会意字。来，各位背单词就要这样背。先热身没关系，还有会议字，英文就是拟声跟会议。什么叫拟声字？用大自然的声音来造字。哦，你看几千年前人类，几千年前并没有那个文字，我们人跟人以前是怎样用声音来沟通的？对，就是先用语言。对，所以我们看到，你看哈。哦，虽然他那个造出来的那个语言造假很自然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学英文要先教一个啊，这个有什么意思？这样，26个字母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把26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，把它拼凑成一个。对对对。对，那老师我也不晓得哈、哦，来，来这怎么念？啊啊，好，这音标念啊。啊，这念 o， 这念 u， 啊，这个呢 a 跟 e， 这个发音部位在嘴巴前面。好，我们来看 a，e e， 好，啊，就在这个嘴巴张很大啊，啊，这个 o， 这个 u， 这发音部位在嘴巴后面。然后这三个叫后母音，好啊 ，e i 好，它 y 跟 i 好，这三个叫前母音字母。像我先举例哈。母音就分两派，一派是嘴巴后面，还有一派发音部位在嘴巴前面。啊，嘴巴张大，请问代表大还小？古时候的看到的东西很大，或者嘴巴怎样大？所以我们中文大怎么念？的啊，大，大就是大。所以外国啊就什么意思？大的意思。OK， 有没有听过这个单词？有 ，large 就大的意思。哦，来这个字叫什么 ？fat， 这个叫什么？哪个比较胖？就是左边。哎，这个用啊来当大，它是 i 哈、哦、，i 这古时候念乙，所以它嘴巴小小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哪个跟 that 跟 this 哪个比较远 ？that 那就是那个，啊 this 是什么？是这个。所以以此类推哈、哦，所以母音我上课哈、哦，母音又分两派，一派是哈、哦。在嘴巴后面，一派在嘴巴前面。OK， 哎，所以这个
所以母音字母分为两边，这刚好代表相反。OK 啊，这个 A O U W 它造出来字有强、有大、有重的意思，有慢，用重速度就变慢，低就升很低，它刚好相反是弱小、轻快、高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开始造字了。哦，我刚刚说过 A O U 代表大，对不对？你就会发现真的不是那个凑巧，很远英文怎么讲？哎呀，很远，遥远的，你听过 far？它很近叫什么 ？near， 就是这个音。所以你看，所以这个 a o u 当中造出来字有什么意思？所以相反。所以以后下次看到那个字，我们就不要知道，不用背。所以哪个比较多，哪个比较少 ？lot 比较多 ，a lot 很多。啊，这个 little 呢，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子音一样的，对的 ，t 对 t， 可是母音呢？你看 i 跟什么 e？就代表小小。我们国中的时候上课，老师没有讲这个，说英文对我们来讲是很枯燥、很无聊，因为老师没有跟我们讲。事实上，它不难，它很简单，哦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开收音机哪个是大声，哪个小声？上大下小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嘴巴张大，这个是小小 ，minimum， maximum， 所以以此类推，哦，来。过来的，你是从美国来的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字是木头，对不对？两根木头叫什么？林。三根木头呢？森。请问树林跟森林哪个木头比较多？但是森林，你们都知道。你看，你马上就学会了。哎，英文也是一样。青少年请问几岁到几岁？十二。对，十二到多少？再猜。好。十八。好，我教过一次，你不可能忘。不过一，我们讲天天就之前要先讲数字怎么讲，哦，数字一怎么说 ？One， 然后呢 ？Two，Three，Four， 一直到好十，怎么说 ？Ten， 好十以上怎么念？十一，来，各位，对吗？老师不用写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我讲这个怎么念？11，啊这个呢 ？12，12，啊这个呢 ？13，13什么？都没水。就是要蓝色的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13，这个叫什么 ？12。T E N。啊，13开始怎么念啊？后面都是加 T E N。好，各位来，重音哈，只要母音字母一样的话，重就在它身上。所以这个字要念 13， 把它拉高。13。不念 searching， 要念什么？要不然人家问 how much， 人家哦问老外问你这支笔多少钱？啊，13块，很便宜，你要怎么讲 how much？ 然后人家说什么 ？13，你问 13， 他会听作 13， 哦 ，13 是30块，哦，所以要把这个感觉给念出来。13，那14呢 ？14，那15呢 ？15，你看你们英文都很强，所以说不会。然后一直到几 teen， 来15，对，各位同学，一直到 19 哦，所以是13到19岁啊。对对对，各位 20， 这个体是十的意思啊。这个字你们看到20就是什么？十的意思，10加9多少？19。好，一直加到什么？10加15，10加4，10加什么3？所以各位，哎，几到几尾巴很近。13到19，我把它听。20呢 ，20， 啊，12呢 ，12， 哎，所以13到19尾巴有什么？有 teen， 好 ，teen 就是13到的话 ，19。然后这个 age 你们都会 ，age 什么意思？各位，年纪。好 ，er 什么意思 ？er 人，两个 e 就变成一就好。所以这个叫听什么？终身受用。哎 ，teenager。可以，我在讲。请问几岁到几岁？我明天跟我们张顾问讲。好，让他先学。好，各位 ，teenager 像打死你都不肯忘掉。对。13到19。好啊，没有讲过的，每个人我也乱开讲。12到18，还有开15的，12到15。啊，可是学过以后一辈子忘不了。几到几？
十三到十九。13到忙 to 19哦，二十就没有 teen 哦，二十就 20。来，各位，这里是十的意思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同学，这个是帮我翻一下什么意思 ？L 连 L， 辅等于五，而 less 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多余的，说十二就是什么？十多余，多于二，所以叫十二。而 11 是多余多少？多于 one， 所以11，十多余，多余的一，啊，这多余二 ，12 是什么 e？ 啊，再来，啊，这个英文要怎么说呢？我们先讲今天学的啊，像我来三个零是多少 ？Thousand. Yes, thousand. 啊，啊这个呢？六个。哎，六个叫 million。那再来呢 ？Billion. 啊。Billion. 对，啊这个呢 ？Trillion.这个是百万，这是什么？十亿。那这个呢？兆。哦，这个这一点就兆，所以这个是多少？啊，各位，所以一兆叫什么？1 trillion。哦，它就是十亿。在这一点就是什么 ？1 billion。哎 ，1 billion。它这个100万呢？1 million，啊，这个要怎么背哦？哦，英文数字从头到尾只有这四个背起来就好。哦，啊，一般的学生不会。好，请问英里怎么讲？英里 ？1 mile。对 ，mile 一。哦，依法则发原因叫 mile。mile 为什么叫英里？因为它本身是一千的意思 ，thousand。哦，它是拉丁文一千。那请问英尺怎么讲？foot， 好 ，foot 是英尺，对不对？那脚叫什么？也是 foot， 哎，也是 foot， 那为什么？因为所谓的英尺就是一步，一脚，一脚几公分？男生30公分，所以英尺就是什么？30公分。哦，然后那个所谓的英里是什么？1000步。哦，是叫 mile。还要再来。所以100万请问什么意思？几个 L？ 两个。所以一，刚说一个英里是多少？1000步。他说只有两个 L， 就几个？请问几个1000相乘？两个。MIL 1000×1000，所以请问几个零？六个零就多少？百万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啊，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百万，啊，再来是什么 ？billion，billion， 请问脚踏车怎么讲？脚踏车 ，bicycle，bicycle， 哦，来 ，circle 就是 circle 圆圈，啊，请问半脚踏车有几个圆圈？两个，所以半是多少啊 ？two， 两个的意思。然后这个是三 ，tricycle 是几轮车？三，这个圆圈，所以 tricycle 有几个圆圈？三轮车，所以干嘛讲这个？所以 TRI 多少？三，它这个是二，所以刚刚说过，这个是百万，那 billion 就是什么？再加三个零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你加三个零，所以百万、千万、亿，然后呢，十亿，那再来再加三个零，找。哦，那个，所以这边是十亿、百亿、千亿，还有呢？兆，对，所以最大就是什么？兆。那这个，请问这个数字要怎么讲？再多三个零呢？西格玛，一千大。所以各位，刚刚说这个是 trillion 对不对？是兆，再多三个零，很简单啊。请问这个数字怎么讲？这是 trillion， 这是兆。请问这个几个一兆？弯。哎，几个？一个。这个数字，你就看这个数字怎么讲？三个兆。弯。你先把这数字念出来，对不对？兆。弯什么？兆。然后呢 ？trillion， 1000兆，就这样。哦，而且要再加三个零呢？
1 million trillion，1 million 什么 trillion， 100万个兆，所以数字就这样子加上去，很简单，这样重复的呢，再上去就什么 million， 再上去就 billion， 再上去就 trillion， 最多就 trillion 而已，最多就兆，所以英文就是懂这种字根字首就对了。所以这个是多少啊？三，啊怎么来的？T 等于 TH， R 等于 R， 这个就什么意思？三三哦，啊要学一学这个 T 为什么可以等于这个？哦，这个叫什么法则 ？A 古时候念 A， 现在跑去念 E 了。啊，这个字也是一样，这个字怎么念 ？Two so two， 不明不是都写一样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个念 so， 这个念 two？各位，这个字把它念古时候念 o、哦、没错，可后跑去念什么音 u，所以这个念的是现代音，这个念的是古音，就乱七八糟的，都这样。啊，因为英国哈、哦，去过英国或去过美国，他们就是一个混淆的民族，到处都是。哦，我们台湾，我们中文也这种现象，可是我们中文会分成什么台语跟什么国语。就各位，这个字怎么念？哎，古音，哭哭。哎，古音念什么？哭。什么是古音啊？我们中文还有古音，古音就是吼罗维，就是台湾话。台湾话才不是台湾话，台湾话又称什么话？河，河是黄河，这是洛水。所以我们讲的才是真正2000年前、3000年前中原古时候讲的话。所以这个字古时候就是什么？哭。那、啊、现在怎么念？五胡乱华以后，他把这个字念成什么？曲，也就可变成什么曲，所以这个字来，这个字念什么 ？school， 也就是可。那像这个字怎么念 ？child，child， 你看什么音变成什么音？各位，可变成什么曲？这个字也是一样，可变什么曲？可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哭是台语，然后变成曲是变成什么语？国语会分开，对，因为我们不是，我古时候念哭跟现在念屈，把它混在一起，乱七八糟的，对啊。虽然我们中文不会，中文就是哎，你两哭的就是台湾话，所以这个字怎么念？一边苦一边曲，都是念可可，那、啊、国语才是念什么曲？曲，对，英文不是，英文可跟曲都在一起，都这样哎。所以我小孩不会，这个字也是一样，这个字怎么念 ？Gam。好，这个字念格格格，那、啊、这个字怎么念 ？general， 这个字念格，这个念举，所以中文有这种现象。来，中文这个字怎么念 ？ge， 哦 ，ge， ge 啦 ，ge 啦，哦，格。啊，国语怎么念 ？g， 鸡笼 ，g g 哦，所以也是格变成举。你看，格跟举，所以我们这个学了语文学以后，我会说，哦，原来如此哦。要不然以前都用背，哦，以前都 game， 也就一直背背 game，general 一直背，什么都死背。然、啊、后我现在不会再背，我们只要会分析那原理，学一次就应该就会。所以来不难啊，不难，非常简单，原理。所以这个字怎么念？虚高，无，拇指短。好，各位。这个母音哎，拇指短，拇指短念什么音 ？e e。这个次中音可以用公式，什么公式？对，子音加母音，子母元。对。好，问题来了哈，我母音要帮我写出来，啊，可是这个 g 要发什么音？这个 g 要念个还是念曲？元音吗？这个。哦，下面这个下面下面五阶非常好，答对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句要念什么？个。好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句个。哦，句个是五男的意思，美国五男啊。句个，哎，它你看，同样的字，一个念句，一个念个。英文哈、哦、就是难在这里哦，像这种也是一样。哎，这个叫做意外事件。对，母音路。好，请问这两个怎么念？
死，他是要念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诗要念可？这诗要念死。好，发音就在学这个，来，发音怎么念？来 ，accident。台湾的发音就是这样教的，来，跟我念，来念 ，accident，accident，accident， 一直念。我常说念这个干嘛？像那个买那个字典，要按下去就有 accident。我干嘛请老师来教这个？哦，我说为什么诗要念死？为什么不念可？哦，啊，这 C 干嘛念可不念死？哦，你要跟我讲啊，这很简单，我们都有教的。来，还有你该有学了，哪三个？哦，机器死。啊，另外哪三个？咕咕咕。对对对，咕咕咕。说要念可，不念死，所以这个字怎么样 ？Accident。好，所以发音就难在这边。好，发音难就是我干嘛在那边念死不念可？好，你只要懂那个原理就很好。啊，像那个背单词要这样，也都准备了。ACCI。对，一直念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啊，这个是这就是字根叫掉下来，啊，这个是字首叫 to， 好，从天上好掉下来。因为古时候认为天哦是都住什么住神，就天上掉来的一定他们哦就叫意外，哎，就是他们主导，所以英文就叫 accident， 就意外。哎 ，Tom 跟 Tommy 有什么不一样 ？Y 就是小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汤姆，这就是什么小汤，这是他小时候叫 Y，Y 就是可爱的意思。所以母音就是分两个，两看它 A O U W 这个 E I Y， 所以下次看到 W 要刮。对。啊 ？W 为什么要刮？因为 W 平常哈、哦、比较少用到。不是 ，W 平常是当子音还是当母音？子音。对，好、哦，比如这个字念什么 ？We， 它是子音哎，哦，它什么情况才会当母音？在母音字母的后面。为什么要刮我？因为很多人会说它并不是母音，哦，可是事实上，你看这个字怎么念 ？House。那、啊、这个字呢 ？Down。好、哦，这个念 ow。啊，这个 o w 在母音字母的后面，就等于谁？等于 you。所以 o w 就是等于什么？一样。o u 念 ow，o w 要念什么 ？ow。所以这个字怎么念 ？Down。The ow down。Sit down， 所以一般不知道。你去问外面的学生哈，问他中文字母，他就说 A O U， 他不会讲 W 出来。哎，对，啊 Y 也是一样 ，Y 这个字怎么念 ？Yes， 好 ，Y 念 E， 可这个字怎么念 ？By，By， 你念了什么音去了？因为 Y 不是念 E 吗？可是 By 为什么念 By？ 因为 Y 等于什么 ？Y 等于 I， 你所看到的 Y 是谁？是 I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你念不了 I 吧？所以他为什么要改？那个我上课好像有讲哈，为什么老师？那为什么 Y 要等于什么 I？ 为什么这个不好 ？I 不可以带字尾 ，I 的字尾要改成什么 Y？ 所以这个字本来怎么来的 ？I 对，啊，它应该等于谁 ？I。那本来是应该这样写，所以这个念 I， 所以我们 I， 可是为什么改成它？我以前国中读英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奇怪 ，Y 为什么可以念 I 的音呢？哦，老师没有讲，然后我现在有解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字脚这样写的话，以前都用草写，哦，然后一般很容易加什么东西 ，ing， 只要动词是尾巴的话，这加上去要怎么？加上什么？加上 Y 啊！只要我没有改成 Y 的话，你看这看起来像谁 ？I 重复了。对，变成什么？变成 U 去了，读不出来，懂吗？他会读错的哦。哦，所以他只好把它改成谁 ？Y， 然后就这样子。所以很多像 Baby， 请问一下 ，Baby 要加复数要怎么加 ？Baby。I S。去 Y 什么？对，
他就跟你讲说，我本来是我，他本来应该是谁？应该是 I， 说他去 Y 加什么 IS， 事实上不是，他是恢复他的本尊，他只要加那个 ES 的话，他就 不是在自我，对，所以这就恢复他了，所以叫 babies， 哦，所以那个大部分不知道，那老师那 U 为什么改成 W 在自我？因为也是一样，我随便拿个字哈，尾巴是 U， 你看，我要加 NG， 比如他们吃完要加 NG， 要怎么加？读不出来，你懂吗？就算读的话，又像 double， 又像 I 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所以就干脆就这样子，嗯，给你加一横，就是比较好读，比较好看，哦，所以尾巴有 U 的话，加进去也是让我们读不出来它到底什么东西，所以就这样，所以本来是 I 跟那个 U 要改成什么？改成 Y 跟 W， 哦，这个很少人在讨论这个，因为大部分都说背起来就对了。所以英文母音字母总几个？总共七个，A O U， 然后 U W 等于谁 U？ E I Y， 然后那个这 A O W 什么意思？强大什么？重慢 D I， 我们上网课要背起来。它这个叫什么？弱小情怀高。所以请问这个是 pork chop 跟 potato， 啊 ，pork 是猪肉，所以这个什么意思？好，各位，你看哪个？这是切片的意思哈，切片什么声音？咻咻咻，所以 chop 比较大片还是小片？大片。对，它是小片。所以 potato 什么 chip 马铃薯片，它是叫猪排大片。哦，就是 O 就大 ，I 就小。OK， 所以英文就是这样子哈。所以你只要懂它的意思的话，而且它祖先反正就是嘴巴张大。如果是猪排的话，后面应该不用加。哎，后面两个 C H O B 可以省略吗？不可以，变成猪肉。pork 哦 ，pork 猪排不是 pork 本身是猪肉的意思。啊 ，steak 啊 ，steak 后面要加那个 chop 吗？因为它本身是牛肉。steak 的话，这个字是各位是猪肉皮的意思。steak 就是有那种铁叉子来插下去烤肉。哦，那不一样。对。那、啊、可是现在我们没有分了哦，这个 steak 就想讲是牛排，对，我们要把它切一片一片的，然后把它刺下去那边烤，哦，所以是像这种祖先不一样，哦，有些来自北欧，有些来自法国，有些来自哦，他的那个英国哦，去过美国知道那个各种人种都有，所以他们来源不一样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说切片，这是在讲它切片的声音。在讲它串它肉的那个动作。OK， 哦，啊 ，steak 会念吗 ？steak 为什么叫 steak？ 嗯，来，这个字怎么念？叫什么 ？union。哦 ，union 什么意思？联合。union 是啥来？联合是工会。美国的工会，正常西方国家工会都比谁大？比总统还大。他只要罢工，明天就罢工了。罢工英文怎么说？叫 strike。老师打这个 strike 不是打击吗？哦，投手不是投好球叫什么 strike？ 那怎么又叫罢工？哎，因为以前罢工不是没事干，以前罢工敲东西，拿个木棍，敲，一直敲，敲，就从此有罢工叫什么 strike？ 哎，你好呗，就是他们那个不工作还不罢工，他要把东西拿出来敲。哎，各位 ，team 是多少啊？十哦，这是法文，只要看到两个母音字母就是法文哦。哎，英文被法，英国人被还啊、法文，请问一下，统治过多久？大家一百年。台湾被日本人统治过多久？50就大量日文，哎，日文随便来。十个音。哎，我说台湾话里面有大量日文哈、哦，我们被他统治50年而已。我都爱、哦，还有呢。土拉库，还有呢？外的。哎，我都发英文怎么说？哎，刚好那是 auto bike。外的。bike 是什么意思？bike 就 bicycle。auto 什么意思？各位？自己哦，会动的摩托车啊，脚踏车哦，啊还是。ammonia。啊，没无聊啊，那个化学的那个哦，哦那个化学的啊，外的的拼，各位，外的点火。
的东西，所以叫 lighter， 就是说打火机，好、哦，啊还有什么？内裤带，哎，内裤带，那、啊、这个呢？这个最离谱的是这个 dream， 好，刚好像 dream， 哎，卡通，哎，哪个漫画哪个卡通？啊，刚好念是哆啦 A 梦，哎，哆啦 A 梦，所以哆啦 A 梦可是很好看，哆啦 A 梦叫 dream 梦幻，你没有想象的，所以他写的很好，所以老师很喜欢看这个。哦，当然，这个尽量幻想，老是暂留幻想，又暂留了。对，你要敢幻想，才会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。哦，不要说，可是在台湾不是，台湾人哈、哦，我们的父母不允许我们那个，就是去思考，哎，不许我们去幻想，所以我们造不出新东西出来，所以老美就可以造出好多新的东西。因为我在美国，美国什么人他你讲什么话，人家不会说你疯子，他会说哦，真的吗？那你去搞你，台湾不是，台湾一讲新的构想出来，哎呦你少来了啦，你妈不要搞这个啊，像我父母你不要啦，买、哦、你要开什么店啊，不要去做什么生意，随便上班就好。老外不是，老外 push 你，所以我们会思考东西，老外会思考、哦、所以这个你看梁志伟叫多啦什么对啊，不要嘲笑他，这个很好，日本人都是把子音当作什么母音，这有几个母音的一个，那那是 dream， 一个母音就是几个音节，一个，懂不懂？哦，啊、日本把每个词都当作母音，所以几个音节，哆、啦、耶、梦，四个音节。哎，刚好那是叫行李箱，刚好那是 trunk。trunk。哎，老师说过，他把那一个词当作一个音节 ，trunk 这个母音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日本怎么念？那是 to， 浪鼓，啊，那是 to 浪鼓。哎，拖拉鼓是行李箱，哎，这才是卡车。哎，拖拉鼓。哦，它明明是个母音，它把它念成三个母音，就这样，发音哦，所以很好玩。各位，还有没有问题 ？Light 这个怎么单字怎么打 ？Light。是这个。哎，你只要看到 ER 什么意思？各位 ，ER 在字尾代表什么意思？人或者东西。这个 light 是什么？光也是火，点火的东西叫什么东西？打火机叫 lighter。哎，帮老师解释一下，这个叫 boat 什么意思？自己。啊，这个呢？所以汽车怎么讲？讲什么 ？auto 什么？有没有听过 automobile？ 这个字是移动，这个字根叫移动。啊，这个刚刚说过叫什么？自己。所以，请问一下，日本翻译是什么车？自己会动，来自动车，哦，所以日本叫自动车，就是叫 automobile， 哦，所以，哎，英文哈、哦、越长单字反而越好背，你只要懂字根的话不用背，因为你只要知道这个 auto 什么意思，在讲的是自己，啊，下次你要看类似的字，你就会想成自己去了，所以我们要背几个？一百个，背你100个，你早就背过，不要去乱背。哦，还有100个凑100个，就等于10000个单子出来。哦，所以我以前在台北敢说什么16小时怎样，背完个还写无效的吗？对，跟我教10年，没有半个人曾经背过，可能没有人找我退背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哦，原来老师是我是刚讲原理哦，所以他们说我只要认真的背100个怎样，真的10000个就出来了。哦。懂不懂？所以英文单字来，这个字我假设你背过来，这个字什么意思啊？跟老师讲说话 ，say。那、啊、这个字呢，什么意思？这字首叫什么意思？之前还是之后？之前。好啊，帮老师说一下这个单字好不好？我们假设是来美国的主席，我们来开会，这叫之前要说，就是要说话。之前就说了，请问什么意思？一件事情还没发生，我之前就说了，所以叫什么？预言，叫 predict。所以这个字，来，那、啊、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你们被我教过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叫做好。好，这个字什么意思 ？Benediction 什么意思？祝福。你看他都会，因为这是好的，啊，这个是说话，好的说话叫什么？祝福。啊，这个是之前就说叫什么？预言、预测。所以英文只要背这个就 OK 了。哦，我老师里面还有30个字首，随便换。哎，这个叫不好，帮老师想一下这个字什么意思？这个叫说话，这个叫不好 ，bad。请问这个字不好的说话叫什么？刚刚是好的说话叫做祝福，
啊，不好说话叫什么？诅咒，哦，单字就出来，这叫诅咒，因为他说不好的话。哦，啊，我以前在台北哈，哦，我们老师已经算很好，教我背字根了，因为跟他没有教我字根怎么来的，他就跟我讲说 D I C 去说嘛，一般学生哦，他会说还是要背，我才不想，我懒得背。哦，事实上来跟老师讲，念是的，啊，这叫可，来跟老师念 think。来讲话叫什么？那是 talk。这个 deep 是说话啊，你这边为什么？用讲话叫做什么？各位同学，讲话用到牙齿跟哪里？喉咙，做干嘛？滴滴咕咕哦，嘀咕有没有看到 deep talk 也是滴滴咕咕，可是哪里？牙齿，可是喉咙。所以那 talk， 我们讲话用到牙齿跟喉咙，牙齿跟喉咙哦，啊，我们中文叫滴滴咕咕。所以从此以后 ，DIC 什么意思？说话。就这样背起来的，所以我们单字课不是在背什么，单字课要用什么？用那个科学方法去背字首、字根、字尾，而不是像以前语言老师教我们背字根也算很好，可是他没有教我们怎么去背字根，哦，所以那个真的单字这样背的话就